人之相知，快哉之心。不经历一事，不懂得一人。这世间最难懂的是人心，最难把握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。日久见人心，时间识人。露娜之心，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，岁月是最真的分辨仪。人之相识，贵在相知。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一个人是真心是假意，不在嘴上而在心上，能够生死往来，才能知道交情的深浅。贫穷之时与富贵之时，才能知道真心与假意。朋友相交，贵在真心。一份情不在平时，而在风雨寂寞时。谁真心相伴，无助时谁未曾走远，委屈时谁耐心安慰，落魄时谁伸手支援。是真心的朋友，一定会诚心相助；是虚伪的朋友，一定会冷眼旁观。这世间最难懂的是人心，不经历风雨，没法见人心。老人说，金用火炼，人用钱使，有钱没钱一样相交的才是真朋友。有利可图时便阿谀奉承，无利可图时便穷乡僻路。风光时前呼后拥，锦上添花时大喜，落魄时无影无踪，雪中送炭是大恩。这世间人心最难辨的还是人心，人心隔肚皮，相处之久后才明白人心看不透，患难之后才懂得，遇到困难才知谁帮你，经历伤痛才知谁疼你，关键时刻才知是真朋还是假友。人心太复杂，感情最善变，对你好的你一定不要抛弃，信任你的你一定不要背弃，帮过你的你一定不要忘记。不管社会多么复杂，请保持你的善良，看人不看表面，看内涵。请坚持你做人的法则，为人的良心，虚假的心总有一天被揭穿，真实才能被称赞。继续真心待你身边的人，时刻感恩对你相助的人。这世间最难懂的是人心，有几个真心相交的朋友不容易，真心待他人，良心对友人。人心再难懂，也别失了自己的真心。愿你真心有人爱，真心有人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